近日有网友晒出一段王俊凯的模仿合集，视频中的俊凯弟弟不仅模仿了唱隐形的翅膀的腾格尔老师，还和王力宏一起模仿了刘德华，连金星老师经典的橙汁梗也进行了还原，在和苏有朋一起参加某综艺节目时也可爱地模仿了苏有朋特有的挺臀收腹式走路，还非常入迷地模仿了宋小宝招牌动作单脚跳。当然一起参加节目的好兄弟白举纲张一山也不能放过了，最可爱的是模仿皮卡丘的片段了，萌物碰上萌物真的是超级可爱了。这样的皮卡丘皮卡丘，不得不说王俊凯的观察能力和模仿能力真的好强啊，很容易抓住一个人的特点呢。芒果捞新闻被俊凯弟弟萌到了，报道。